原创文章，禁止盗载。胡锦和许多明星微博不同，打开胡锦的微博，没有大篇幅的电影宣传，也没有什么新剧制造，取而代之的则是其消遣生活。胡锦他所分享的都是旅游照、度假照，晒晒孩子，玩玩瑜伽，分享一波美食，不过偶尔也会分享下拍戏的照片。胡锦与章子怡同为中戏96级毕业，这一届出了众多明星，是名副其实的明星班。96级中戏这一届中出了胡锦和章子怡，还有刘烨、袁泉、秦昊、曾黎、秦海璐、梅婷等。不过梅婷为了拍戏中途退学，胡锦在后来的演艺道路上这些优秀毕业生都独当一面。但目前来看，生活最富裕的莫过于胡锦。胡锦1978年出生的胡锦，在30岁那年与马来西亚超级富豪朱兆翔结婚，两人育有一子。胡锦朱兆翔有多富？马来西亚孝恩集团董事经理，十几岁时前往英国留学，不到20岁就管理集团在英国投资的服务公寓。但胡锦并不是他的第一任明星女友。胡锦早在1989年，朱兆翔就曾与杨紫琼传出恋情，但两人没能修成正果。2005年，胡锦通过尔冬升和吴彦祖引荐，认识了朱兆翔。胡锦2008年，两人正式结婚。朱兆翔比胡锦大了12岁，如今两人结婚10年，育有一子。胡锦过上了名副其实的富太太生活。